Central Indian Restaurant 中央印度餐厅，符合当地商务人士较密集的特性，以提供套餐为主，五道菜的午餐，让食客可以自选主菜搭配，采用印度的香料做成异国风味料理。厨师的来头不小，曾经是大酒店的主厨，也曾在澳洲教过印度料理，在传统的印度菜色中发挥独特的创意，让东方人也能够接受。整家餐厅的装饰采用印度的艺术文化和传统音乐为主轴，弥漫着神秘和浪漫的美丽氛围，在商务繁忙中更显得幽静。